不好跟徒弟，这里耕地中的大熊猫，正当县的农业建设回头兵，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努力，猫生态的发展生态内容相得益彰，双手相接，合作连环，给玉桂开放新平台，开始大国粮村新根基。你听见的玉桂，听我说。别的不做了，七座对吗？这就是好处的，是不是？